那我们大众先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日光菩萨为受持大悲心陀罗尼者说大神咒而永护之。南无波陀瞿那弥，南无达摩摩诃底，南无僧伽多夜尼，迪利布毗萨埵延那摩。诵此咒，灭一切罪，亦能避魔，即除天灾。若诵一遍，礼佛一拜。如是日别三时，诵咒礼佛，未来之事所受身处，当得一一相貌端正，可喜果报。日光菩萨、月光菩萨是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弟子啊。那我们前面已经有介绍过，这里又说日光菩萨呢，为受持大悲心陀罗尼的人，为常常诵持大悲咒的人说大神咒而永护之。那他说这个咒来永护这个人，这个咒是怎么来念的呢？南无波陀瞿那弥，南无达摩摩诃底，南无僧伽多夜尼，迪利布毗萨埵延那摩。诵此咒呢，能灭一切罪，能不能够把罪灭、罪恶呢、罪过都熄灭，也能够避魔，就是能够把驱逐魔鬼、即除天灾、去除一切的天灾。若诵一遍，礼佛一拜。好，那拜释迦牟尼佛一拜，或者拜阿弥陀如来一拜，或者药师琉璃光如来一拜都可以。如是日别三时，一天里面呢，就是三个时间来诵咒礼佛，可以诵咒，还可以拜佛。那未来之事呢，所受身处，就是你所成就的身体呢，当得一一相貌端正。得到一个身体时，不管哪一生，它的相貌都是很端正。可喜果报，就是人人看到他都会很欢喜。好，就是我们会得到这样的一个果报。相信了佛教，所有不如意事情都可以改变，改变成最满意、最理想、最欢喜的果报都可以成就。现在念这个咒也会有这个好处。月光菩萨亦复为诸行人说陀罗尼咒而永护之。僧底地图书扎阿若密地乌都扎僧祇扎波赖地耶弥若扎乌都扎居罗地扎奇摩扎娑婆诃。诵此咒五遍，取五色现作咒所，痛处系此咒，乃是过去四十恒沙诸佛所说，我今一说，为诸行人作永护故，除一切障难故，除一切恶病痛故，成就一切诸善法故，远离一切诸部位故。月光菩萨亦复为诸行人说陀罗尼咒而永护之。那前面呢，日光菩萨也有说到，这里是月光菩萨，他也为诸行人，好，就是说念大悲咒的人说这个陀罗尼咒来永护修持大悲咒的人。那诵此咒五遍，取五色现。那诵这个咒呢五遍呢，现在这里说是诵月光菩萨的咒五遍，取五种颜色的现。五种颜色就是青黄赤白黑做咒所。痛处系，就是你的身体哪里痛，你就把这个所系在那里。此咒乃是过去四十恒河沙诸佛所说，我今亦说，就是这是月光菩萨说，我现在也是说这个咒，为诸行人做永护故。要什么原因呢？要说这个咒，就是为了一切修行人，给他永护他，保护他。保护什么呢？就是除一切障难故，能够消除一切障碍、一切困难。你做种种功德，你有困难、有不如意的事情呢，这个咒呢，好，能够消除这些不如意和困难的事。除一切恶病痛故，它还能够消除恶病痛。这个恶病呢，就是一生没办法治疗，念这个咒能使恶病痛也能够消除。成就一切诸善法故，这个咒能够帮助我们，好，成就很多利益的事情都能成功。远离一切怖畏故，一切恐怖都解脱了，就能够消除恐怖害怕。佛告阿难，汝当身心清净。